我是知道怎么上来，只是没想到这里这么大。感觉不用压到这边来。对啊，感觉不用铺到这边来了，哎，这边就这样吧。那主要是这里，哎呦呀，干嘛？翁鸭织的不错哎，都生在这里了。哎呦，小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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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欸，很难过哎，那个平台上完全没有班只哎，我会不会白忙啊？结果忙了这么久。就怪怪的，之后有没有？然后跑去隔壁的那个隔壁的碉堡里面玩。然后不知道完全在忙什么。可以说我把暖男的朋友看成暖男朋友吗？为什么田鹿哦，生怪压制啊，不让怪生啊，怪不会生在搬砖上，所以我们要把怪集中在这个平台上。啊，哪知道全都生到这边来了。
我等一下要考试了，辛苦啦，辛苦啦。哎、欸，如果开和平补助是很北蓝啊，就不用做抗火药水了，比抗火药水更强的防烧方法，和平模式。晚点再来，好、哦。
出人的声音，以为你室友在打呼。我的天哪、啊！来，我们先回去看看，那顺便挖这个走吧。哦，想到刚摸麦块的时候，看到荧光灯的时候，那种感觉，好棒的东西哟、哦。那就好奇说，为什么有人打下来整块，我打下来就是变成粉末？那就是为了要装饰家里，拼命来那个地狱找荧光灯。这里上来吗？哎、欸，我是怎么来这里的啊？奇妙！哎、欸，我怎么来的啊？从这里下来。好，回去拿方块。唯一一个啊，我把这挖掉，好了。走麻啦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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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啊！对啊，我的右手麻了，我的天 ！Oh my god！光石哦，换一首嗨一点的好了。啊，休息一下，我吃个吐司，不是吐司，三明治。啊、哦！
玩什么迷你？迷你世界吗？那个我没玩了啊。虽然当时刚玩的时候直接氪了一大堆，为了那个什么化石龙。没玩啦、啊。欸拜托，我能玩麦块就已经很了不起了、欸。一个人玩麦块、欸、很了不起了、欸。那块一个人根本很难玩得起来。我玩很多游戏都是一定要有人跟着玩啊，不然一个人玩不起来。虽然有些什么像那种叫 League Ride 的游戏哦，就是很多都是死掉之后重来那种游戏，都是单人的，不过有很多是多人啊，啊但是就是很多人不想玩啊。我不是为了兔子装吗？不是欸，当时是那个化石迅猛龙的碎片。欸对，刚说要换歌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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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！晚点来要来画布布的那个 skin， 把布布举在头上。嗯，哦，这边好难填平哦。这一块如果要填的话啊。那么多啊。